大家好啊，欢迎嚟到天神国，我系天神。今集咧有嚟到秋野系列啦，咁啊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咁啊服装卡片同埋次元宝箱咁究竟抽边个会比较好啊？咁我自己都抽过，咁有少少经验。好啦，咁中意咧，咁记得订阅天神国啦，同埋记得俾 like 咁啊支持呢类咧，咁啊抽卡片咁都会睇下边啲礼包比较抵嘅。好啦，咁开始之前咧，我觉得啊，现阶段应该你起码咧会执到一套2000石嘅个套四星套装先嘅，咁或者你买咗呢个3500嘅四星套装之后，应该咧都可以咧去拎到咧两件以上嘅一个五星套装。如果唔系咧，你打唔到上去70咧之后嘅关卡嘅。咁呢个当然系货小货，冇货可能会再辛苦啲，因为啲石咧真系太难储啦，而且你会成日卡关，你唔货嗰啲强化等级咧。即是这个升级那些铜困包呢，那你又很难呢，那又升上去的。但是呢如果你说小货来讲，应该点都有些五星装用下都 OK 的了。但是如果你是已经齐了一些五星装，我觉得服装这里可以悭一悭力，那不要抽它住。我宁愿你呢就去抽这些卡片和次元宝箱，这些我觉得的战力会比较抵一些。因为你当你去到五星装的时候，你的服装升到六星是基本上很难的。你要二十几件这个五星装你才合到一个五星套装六星套装出来。咁奖系超级遥远啦，亦都系抽到你破产啦，因为呢度系好难出，直接出个五星装。咁同大家顺带一提先，咁抽100次呢一个呢啲词咧，咁你就可以咧，即系抽十次十连抽啦，咁你就可以保底拎到一件咧五星装嘅。咁你见到啦，咁啊任你拣啦，呢度就200分，咁就可以拎到一个精英五星服装箱，咁又或者换五星卡片，又或者换升呢個核心嘅，咁我建議換咧，一定係換服裝，因為我都講過，skin 咧係最難拎嘅，反而核心啊呢啲咧，咁就會卡片呢啲平少少。咁啊，今集咧都會同大家試下咧，咁就去抽咧呢一個卡片啊 ，OK？ 咁就次元寶箱，我覺得都好抵抽，點解？因為你有機會抽到呢一個，咁雖然個機率係比較低啦，咁但係咧呢度都係有機會咧去俾你抽到咧，咁你就可以慳勁多時間啦，咁啊可以咧極速升咧，咁啊好啦，咁呢度就係900蚊，好，咁我哋依家即刻開波，咁啊睇下抽邊買咩比較抵咧，咁我建議大家如果你比較高咧嘅話，你又可以去到咧呢個福利遊玩福利，之後呢個阿爾法小隊階級強化銅盾包，我覺得呢一個咧係超抵嘅，因為依家我係去到40呢啊嘛，咁你而家40呢呢度1400。即系1400加1200，即系2600、3600，即系4000、4400。咁呢个加埋咧，已经成6000转，200蚊，6000转，系咪超级抵啊？好，搞掂，咁我哋得到咗6000转啦，依家，咁啊全部领取。哇，劲多水晶啊！呢一个一定用嚟做封面啊，太精彩。好，咁啊希望可以阿 Groot 帮我揿下掣啦，阿 Groot 出现咧，咁先会有呢一个五星出现嘅。好，咁之后呢一度咧，佢又出咗200，咁就有3200呢一个转啦。咁之后呢个我咁麻麻地啦，你同啱啱嗰啲比，我不如你储多少少钱，你食少两餐茶记，咁啊悭多百几蚊咧，咁又去买啲3500呢个3500张，睇下有冇机会见到金色嘅画面出现啦。啲人话咧，抽到五星系直接出金色嘅，一开波嘅 back。呢个咩嚟嘅？四星我都照杀，咁大家唔好以为全部叫加啲 Avengers 或者全部叫 Avengers 就同一个系列，唔系噶。I am Groot， 你唔知 I am Groot 系一个大只老板？喂，你有个美国队长嘅盾喺度嘅？系咪爆啊？系咪爆啊？五星啊？哦，喂 ，Amazing Spider-Man OK 喎，呢張好嘢嚟嘅喎，都係未爆啊！但係原來拎美國隊長個盾咧，就係抽到啲稀有嘢啊！哦，咁呢個就唔係啦，咁啊教大家睇動畫啦。我自己都未睇曬，金爆喎、啊、！I'm good。喂，拎多次美國隊長個盾過嚟。咩嚟嘅？三星，繼續。I'm good。啱啱無啦啦見到美國隊長嘅盾都幾過癮。X 戰警 VS 喎。
啊！但呢個 Groot 嘅聲好似又同電影有啲唔同喎。哇 ！Ultra 唔啱使。都系冇，好难中啊！我抽咁多次都未直接出过五星，好难抽呢只死人 game。但系佢嗰啲过场动画真系好有心机，但系就十年抽真系太伤，咁一下冇晒啲钱。好，咁就抽晒咯喎，已经。咁我哋嚟试下嚟个十年抽啦。哇，乜都冇啊！我单抽欧洲啲嘅，其实。冇啊，好难抽啊，卡片都系。咁我仲有机会嘅，咁都好过抽服装嘅。我因为卡片依家就未升过，一四星同埋冇稀有卡片。要升啲稀有卡片行先。我啱啱中呢个啊，应该系。黐完保箱都抵抽啊！继续啊，单抽啊，好似单抽欧啲。好，咁我哋继续翻嚟抽啦，咁就十年抽啊！喂 ，Jay 帮我揿一下，借啲运气嚟。哇，但系你系咪噶？你快啲啊！你系咪真心想抽嘅先？五星好难中。唔想。喂，你唔好揿一抽十抽啊！喂。你唔系叫我揿抽一下咩？我冇講個一字喎。有個。好啦，你抽完，你抽完。你一再幫我抽十抽。十抽啊嘛，十抽。中唔中啊？都係冇啊！要佢話啲人一開始如果有五星係禁食嗰陣。哇！五星咯，冇一開頭有咁。我頂啊！咩好好咩？只我未中过五星喎，喂，帮我揿多下喂，帮我揿多下，唔该，我要多张五星卡，来吧，来吧，咩样噶？金色咯，咩样噶？金色卡就得噶啦，金色卡已经系好正噶，嚟一次。佢冇畫面，哇！哇，有特別嘢喎，呢個係。個 version 都唔同㗎。唔係啊，佢一拎咗其他嘢出嚟就係有啲特別嘢啊。兩張金色，我啱真係諗兩張金色喎，我咪講先。咩料啊？你抽過幾多次五星啊？我冇抽過㗎。即係可能啊。我真係一次都冇。你啱啱唔係你之前琴日定前日唔係話你好多五星，唔係呢？嗰啲係裝嚟㗎，我合出嚟。呢個咩嚟？呢個冇，呢個係卡片咯。好啊，喂，大家睇下 Jenny 啱啱抽咗啲咩先。其實你應該開直播叫我幫大家抽嘢咯，運氣真係幾好㗎。你睇下，我依家暫時全部四星，我係冇五星卡片，我哋不如試下自動裝備，睇下發生咩事。加咗幾多戰力啊？呢度呢兩邊變咗係咪？呢度中間呢三張萬七戰力啊，直接哇可以合成，我哋合埋呢一個做五星先，將呢張 Amazing Spider-Man。大家不用擔心、啊、因為它沒有鎖住那些呢就是代表、你可以隨便合它稀有卡片會跟你自己鎖住、所以不用擔心會合錯的電擊傷害哎呀我想中 PVP 那張、啊、不過不要緊電擊傷害都 OK 因為我都很多電的招我看一看我可以拿到多少個幣先哇它又彈什麼鬼東西出來又彈多張五星卡出來這樣200元傻了啊當然不值啊大家不好啊好我們領取先看看拿了多少個幣剛剛抽了幾十次啊看看可不可以看看我們拿了多少個幣先這裡 total 特殊代幣95個是啦都有牌即是現在剛剛6000轉才換到幾乎100個幣即是成萬轉呢你才可以補底拿多一個咯我覺得卡片是好的選擇你看到如果我繼續抽裝我都未必會抽到啲咩好嘢咁，但係我轉咗張咁啊，轉做抽卡片咧，反而就有驚喜啊！咁依家成4張呢個卡片啦，
稀有稀有特殊一般，我呢張特殊係封面嗰張嚟㗎啦 ，Amazing Spider-Man， 咁就儲齊啦，你儲齊佢呢張專用嚟打 PVP 啊，不過就好難儲嘅，咁就大家俾心機。好，咁我哋今集咁歐啦，咁啊停一停休息一下啦，咁啊下集咧再見大家，咁啊記得訂閱同埋俾 like， 咁啊繼續 follow， 咁啊你想我幫你抽咧，好啊，你可以留言同我講，咁啊直播見啊。我佢想我幫你抽啦。係啊。